这个膜的方向是这样子的，放到这个指纹芯轴上面去，首先要把这个拧开，再把它三个爪子伸出来，三个爪子都是受力均匀的，这样把它夹紧，拧紧它。喷膜的方向成这样子的，这个喷个打码喷，从这边打，喷过来，这边回一点点，再从这根黑色的杆下去，这一点，黑色的杆下去就像一个 S 型的，啊，拉下去，再再拉上来，这里。再从这根杆拉过来，放在这边，放到这边，就这个杆不用管它，直接从这根杆，然后这两个轴中间牵过去，这个首先是要打开的，拉过来的，这里，这里是要打开的，啊，这里就可以从中间牵过去。带到这里，伸过来，这不是两个摆，这个叫摆臂，这样穿过来，再经过成型器，再拉过来就 OK 了，这样子，手捏住。这个是要打开的啊，这个打开两边都是打开的，把膜拉直，伸到里面去，再把它合上，这也是合上，合上之后，再把这个膜往回拉一点点，看到，往回拉紧一点点，拉紧之后再把它合上，这是最后一步，把它合上，就 OK 了。膜的整个过程，首先三个爪子受力平衡把它夹紧，夹紧之后经过打码机，从这根杆以下再穿到这个黑色的轴上面，形成一个 S 型的，从这个绕下去，再绕上来，再绕下去，再从这边过来，打码机从这里拉过来，再从这里穿过去，再到这边，这个杆是不用管它的，直接从这根这两个轴之间穿过去，啊，膜是从这个上面过来，过来再穿到这里面去，从这里穿过去，穿过去再拉，拉过来，从这两个轴之间拉过来，这个叫摆臂，啊，这个叫摆臂，从这根摆臂的这根轴的下面，再转到这根轴的上面来，也是一个 S 型一样的，带到这里就成型器，这个膜是夹好的，就 OK 了。啊，这个膜夹好之后是把它合上的，那这个是有标签的，这边是合上，右边是打开，这膜就穿好了。